家好，我是杨一敏。今天出了十几斤这个清明茶，这个清明芽尖，现在拿去打包发货。这个都是顾客们预定好的。打包的这个是绿茶的，这个绿茶大毫芽尖半斤一袋装，因为这个我们量特别大，所以就是都是用这种普通的这个包工袋包装的。今天要全部把这以后全部发出去，看这边还有这些都是要发出去的这些货。看这个今天刚出来的这个大毫芽尖特别漂亮，特别的香，全是这个栗香的，栗香型的。现在装进袋子打包，赶紧发货，顾客们都催了。这些都是散发的那些客户的零售的，每天要打包四五百袋，就是今天那个打包的那个小哥他请假了，所以就要到自己到这里来打包。每天的话要发个零售的话要发个200多斤这样子，这些都是半斤一袋装。